墙面上投影出七彩的光影，搭配演员生动演出，让小小孩看得目不转睛。是的话，请站在圈圈。请站在叉叉。这场沉浸式行动剧场把李山倡议的议题写成故事，让沉浸式行动投影 IP 化身成夜晚中的探险家，觉得很棒。对，因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啊。小朋友今天玩得很开心啊，还有满头汗。小朋友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，可以了解动物，然后参与一些趣味活动，还蛮好玩的。巨大可爱的灯笼鱼象征着透过发光和相遇的伙伴们进行交流，把光影艺术转化成不同的故事情节，打造专属李山的互动剧场。想要打造一个可以轻量化，然后重复性使用，可以走出户外，结合自然环境的一个展示的美载体，透过这个方式给更多人可以到大自然去认识自然环境，或是更多方式去了解台湾这片土地。沉浸式的行动剧场结合永续议题，不止突破场地和硬体的限制，也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园。三立新闻黄启超在高雄采访报道。